是他，我说过，让你滚出阳城的。谁让你跟过来的？我刚才打电话请求支援了，你们最好全部自首。 这个呢，是前两天刚过来的一个小兄弟，啊，他呢不太懂规矩，也赖我啊。刚才呢跟他没交代清楚，手机呢？在他们那儿。啊，记住啊，给他。 放心啊，我保证他不会乱说话的。把手机还他。谢谢华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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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你们的啊！谢华叔，谢华叔。花姐来。哎。 啊！告诉你啊，马上离开阳泉啊，别让我的阳泉再看见你。 觉得他可怜，我是在欺负人是吗？他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把他赶出阳泉？他是人花钱雇过来的杀手，信吗？告诉你啊，这咬人的狗啊，它不叫，这是个狠角色。我把他踢出阳泉呀，早晚得出大事儿。那他是马家的杀手，还是姚家的？只要给钱，他可以做任何人家的杀手。秦浩，你快看！ 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整事儿的是吧？董东，你干什么呢？给我抓去见三哥！谁敢动？老子把别动！老子把别动！刘三，你别乱来啊！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！刘三，刘三，三哥不会放过你的！刘三，刘三，三哥。 赶紧下去看看出口在哪儿。